今天呢，我们在盐行要带大家吃一间土豆猪脚，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哦，因为我也没有吃过啦，所以就跟大家一起第一次尝试，我们一起去吃看，走。Touching me, electricity, what you doing to me? I love the way you scream my name and your crazy games, girl, the way you tease me. Just one more time, I cannot fight this feeling. 你看我好不好？还是一口啊？现在试试看它的味道，好便宜啊，超便宜的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嗯，它比较富的米粉，然后酱味非常非常的深，然后加很多蔬菜，所以口感也很好。然后肉燥偏比较咸一点，可是油的感觉很棒，我觉得很好吃。然后我们点一些这种小菜啊，干点啊，然后五花肉这样。干点，我来沾一下它的那个辣酱。这一盘多少啊？这一盘哦，哎，没有价钱，我们等一下问一下。它上面是没有的。对，这个是没有价钱。很柔软，这个好吃。这个辣椒酱油，辣度哈、哦、入口就有，但是慢慢哎，进入到喉头就不见了，就消散掉了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大肠香肠，它是炸的没哈、哦？对啊，它这个大肠头炸成这样，整个那种酥酥脆脆的感觉了。我们决定再来做一个组合。它的香肠很香啊，真的很像满汉香肠啊，又是满汉香肠。对，你的人生怎么只有满汉香肠？台南都是满汉香肠。这样，蘸一下。大肠的皮啊，大肠的皮，整个完整的酥脆，然后进去就知道那个米肠软软的感觉了，外皮都是已经整个像脆化的饼干一样，就超好吃。对，大肠香肠用炸的，很棒哎。它可以要用，我们叫金丸啊，它就是用很多很多很多的姜啊，有的没有的姜合在一起。什么姜？生姜啊？不是，虾姜啊、鱼姜啊什么姜的弄在一起。哦，鱼虾贝类姜啊？嗯，没有啦，没有贝类啊。啊、哦，没有贝类啊。它就正常发挥，里面还有碧玺，口感很好。嗯，来喝汤，来喝汤。你先注意看这个，今晚被夹偷了。哎，这个都是肉，你看到吗？好像有一个完整的猪脚，哎，完整的猪脚，好屌！先喝口汤。头倒 B， 嗯，头倒 B， 咸香。NCV 还没有吃出来，那你吃一下 NC 啊。好。真的很 NC 哎。是有病是不是啊？来啊，整块都是肉，这个80块给的肉量真的很多、哦。沾一下蒜泥酱油，真的。完全炖烂了，超棒！完全炖烂了，很推啊，很推，这真的很推。我忍不住要把它吃完。真的，你发现我咬完蛮可以讲话。超级软烂，所以我吃了他的猪血汤。猪血汤也是他自己主推的产品项。好大一碗啊！好大一块的大肠哦。对啊。然后看一下猪血，是好大一块的猪血啊！怎么那么大块？我先吃了肠子，可是很柔软嘞。它肠子是整个已经炖到有点就是带皮，然后有点化开那种感觉。最后猪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要表演一口吞哦。好烫、哦，外面不会很烫，中心好烫。它猪血是带脆口的，好吃。我把它吃一吃，想要跟你做一个简单的结论。吃好饱，点太多，
真的蛮多的 ，too much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这一间我说真的啦，我们本来我的心里的期望是我点那个，比如说像瓜莲啊，或者说蒜泥白肉，或是人家来那种一小盘，有没有？像欧贝切啦，30块、30块一份那一种。可是它是一大盘，惊为天人啊！但是100块一份，是这样的概念、啊。它切一大盘肉都是以100为基准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它的那个小点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它下面那些就是我们说欧贝切那一种，就是有50块、100块这样不同的价格啦。嗯，像我们吃那个金丸就是50块。嗯，对，它的做法跟市区吃的欧贝切的金丸不太一样，它比较扎实。然后它比较没有那么重的，就是海鲜味，它比较偏就是肉味跟面粉味那一点呢、啊。哦，吃起来比较不太一样。那个你比较爱啦，那个我还好。没有，我比较爱我们传统市场那一种。我知道你比较爱金丸啊，比较爱金丸。对对对对，好。然后呢，它的饭主食说真的，味道蛮重的哦，汤也是。对，它这里应该大部分都是味道重的。非常好，它反而只有那个瓜莲巴跟蒜泥白肉比较淡，就是烫过的那個東西、啊。但是因为那个淋酱也是很重啊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控制你的轻或重，就自己沾嘛。对啊，它淋酱也是味道蛮重的，可是我喜欢它的辣椒酱油，淡淡的辣，然后酱油很香。我喜欢它那个蒜头导游、真的，它酱油味就很多了，很像家里的味道。对对对 对, 對, 對、欸，你爸爸妈妈来用蒜头导游的是那个味，就是那个味道。哎、欸，没错，它是一个平均值，还蛮好吃的啦。但是就是那个分量，可能自己拿捏一下。你可以跟老板沟通看看呐、啊，看能不能切小份一点呐、啊，或者说两份合成一个100块。对，因为我们没有跟他沟通，我们也不太知道行不行这样做。对啊，对啊。但是老板人看起来蛮好的啦，蛮亲切的啦。对，哎呀、啊，而且人潮络绎不绝哦，真的很多人。可是我看外带的很多，他应该是买回去夹菜啦。哎呀，派丁家，哎呀，第一餐一定要第二哦，还有分量呢，够点啊那位，客人爱给回要加。靠花豆啦，一起吃啦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它的像我们这样看，它的主食其实分量也蛮大的哦。主食就真的便宜，都20块而已，然后分量还蛮大的。那个20块的米粉真的蛮便宜的，便宜。然后它的汤啊，虽然口味比较重，可是还是吃得到它原来想要呈现的那个味道啦。然后肉量都很够，是很棒的一家店。好啦，那今天就介绍这家给你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打开小铃铛。下部影片见，记得哦，记得哦，记。